这个奎文啊，你就作为设计师，你就画一张你心目当中的天天向上的车。哇，荣幸啊！给我们节目设计一款车，我们主要是满足大张伟的一些要求。对，这车上到处都要是窟窿，他好放东西嘛。那你跟奎文沟通一下，你想要一个什么车？那兜里多啊，就是能多放点。而且最不能接受就是车上的玻璃居然不能往下来。哎呦，张院也亲自画一个。大张伟，你还跟张院说一下，你想要个什么车？我要六个轱辘，六个轱辘就稳。几个人拉？几个？几头牛？真有六个轱辘？你看来了，当然。所以为什么不能有啊？然后那个门没有门，怎么越听越像板车呀？这个啊，就是下山摩托的。不要方向盘，要手把，骑摩托车是要方向盘。要三个，有只有一个是真的，然后你要三个方向盘，无聊不无聊？只有一个是真的，而且隔天一换，对，每回一拐弯，只有拐弯的一瞬间只有一个能用啊，就是往左拐是左边这个，往右拐是右边这个，直行是中间这个。倍儿忙，这都还有阴影，或画的特别棒啊，咱们这儿画的敞篷，画的还算很可爱的，相当可爱。对，然后上面的车是画一火苗，哎，火苗。烧烤吧，这车是烧烤音响，一个天线，哦，真是火苗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对，烧煤的这个车是自带烟囱，排气管冲着天，这轱辘上写 DZW 三个字，然后倍爽，轱辘轱辘轱辘的响，好，我们可以请大家看一下，首先看张院的车，你瞧，哇、哦，后台一团火，对，后头跟一辆车拉煤，自己直接往里续，续正反都能开啊。然后，哎呦，奎文那个车也，也挺好看的。前脸是一个笑脸，对，还乐了，还有俩眼睛，眼睛，太好看了，嗯。哎，是这样，两位签个名，我们就收藏了，挂在办公室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签的英文。跟老中医开方子似的，看不懂是吧？太好了，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。